张继科是中国乒乓球男单历史上第三位大满贯选手。可惜因为伤病的困扰，状态起伏非常大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张继科都处于恢复阶段，没有参加比赛。2018年再次出现在赛场上，多次公开赛都是从资格赛打起。此前日本公开赛上一度进入决赛，可惜被张本智和击败。韩国公开赛上以伤病为由选择退赛。不少球迷都认为或许张继科会就此退役。毕竟现在张继科都30岁了，加上伤病反复，竞技状态急剧下滑。不过张继科坚称自己不会退役，将会准备备战2020东京奥运会。现在张继科不仅脚踝有伤，肩部和腰部的伤病情况也都非常严重。但是这位老将选择继续征战，体现出运动员不服输、不轻易退缩的精神。从亚运会中就可以看出，目前国乒有意培养年轻球员，让他们有更多参赛经验，能够在关键时刻有面对压力、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。队中除了马龙和许昕两名老将外，白振东、林高远等年轻球员也都有很强的实力。张继科若想在奥运会选拔中脱颖而出是非常困难的，他本人更加明白这点。但是张继科选择坚持，并且表示要继续为中国体育做出贡献。2018年张继科选择参加比赛，必然是做好了面对困难的准备。他也知道接下来的道路会有多么的艰难。就整体情况而言，国乒相对其他球队还是有很大的优势，队内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。现任男队教练的刘国正还是非常看好张继科，公开赛期间就在场边给他提供帮助。在没有参加比赛的那段时间，张继科多次参加和乒乓球无关的活动，加上和娱乐圈女星景甜的恋情公布，不少网友都认为张继科可能会进入娱乐圈发展。但是张继科选择迎难而上，他曾多次带伤参加比赛，对待自己非常的严格。张继科也曾说过，若认准一件事情就会付诸行动，并且会严格要求自己。在参加公开赛时，张继科还没有完全恢复水平，相信这段时间他肯定在努力训练。现在国乒内部竞争越来越激烈，也非常期待国乒球员之间的对抗。你看好张继科吗？